成长空间和环境也更好了。而且它的数量从以前的几头现在增至为十几头，也证明了我们的环境现在变得是越来越好。良好生态环境更成为了最普惠民生福祉。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。四月份阿富汗进入斋月，对于所有穆斯林而言，斋月是一年之中最神圣的月份。然而在阿富汗，爆炸事件却频频发生，造成大量人。の演奏で佐藤正人さんの指揮でした。いやーなんかね、甲子園感が出てきた。本当のお知らせです。鋭いですよ。しじろうさんのツイート。プレゼントします。ただな演奏でいいんだけど。熱気現場な。で、なんだろう。很多人失去了生命，很多人受伤。袭击带给人们害怕和恐惧。在29号发生在喀布尔清真寺的爆炸袭击，引发阿富汗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。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发表声明称，从达尔梅形容如此悲。则表示，要尽快将肇事者绳之以法，并对其严惩。阿富汗政治评论人士